只有傻瓜。你搞一本就是一本一把，对吧？你搞十本，你搞十把大师局，我怎么玩？玩不了。大伙的观看体验也淡然无存。你组装好，他们活不长了。我宗师了怎么办？小花这个宗师，那只能说找个时间打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全都是打十，那一晚上就没得看了。我也打一套。我从不妥协。哎，一个点燃，一个 W， 闪现不需要了，好像是。上之前要分辨一下这个会不会死，他死了那就不用闪。伤害的计算，血量的掌控，升个三级，准备反杀，扭一下，回头一个平 A， 回头一个平 A， 一个 W 贯上，走位阶段，闪现阶段一个 AQS， 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。我的刀有多快，只有对面的皎月知道。跟我战斗，一 v 二，血量越少，坚毅不倒，坚毅不倒，这波72的血量拉满，这波没打这支兄弟过不了，并且我们这个在直播间只要出现的好，打得好的对局还可以上我们的抖音。OK， 无处可藏。这波抖音预备一下，素材来了，好好好。不要妨碍我。哎，征服者，你就要有这种敢打敢拼的一个状态。哎，有多少兄弟刚才看到皎月来，可能是我们正好不是升三级嘛，有个学艺的机会。你是学艺呢，还是跟我一样学二级 W 呢？学艺的扣个一，继续站的扣个二。这东西，你的打法你得调整过来。去威拉个刀，交给你了，兄弟。有的兄弟说主播的征服者为什么跟你玩的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带的征服者我就是以征服者的打法去的，就我们征服者第一套技能打完，我攻击力刚叠满，对吧，满城征服者加了几十攻击力，下一套才是我的关键，我还继续再打，但你可能按照电型的打法来，你打一套你就跑了。电型的打法是什么？ WQRA 老翻墙潇洒离群，方法用错了，躲开了伤害最大化的技能，那伤害肯定就低。杰斯没闪，等我六级可以杀他。他们活不成。征服者要敢打，一波团或者一波架要打好几套技能。多掺杂平 A， 每一个平 A 多加两层，两层就好几点的攻击力。我从不妥协。就靠近一个 W， 假装五级。A 一下升个六级，对吧 ？A 一下 AQS。男刀有两次对线单杀的机会，一次是召唤师双刀闪现点燃，另一次就是五级升六级卡六。假装是五级上来打一套，我突然升六秒悬啊，瞬间爆炸。必须还在追是吧？游走于刀尖上。
哎，我没六了。无处可藏。Shut down。这不值得大伙一个六吗？习惯了吗？哈哈。哎，不能去围。值钱了，换个300。不亏。因为我的装备一直在进行，我可以拿这装备杀他队友，他一会回来还是被我杀，同时他的人头也300，执行了。但这个行为要防止，要防止一些拿了人头就无敌了。杰斯还好，杰斯拿了我还可以限制他，他依旧是退役。别的对面是奇亚娜什么的，奇亚娜杰什么的就不可以给他这种人头了。像这种只是单纯的伤害，速战速决吧。可以养猪，这里草里好像有个影、啊、他没闪，这头人有点懂事啊，但是你影上走过来是不太适合、啊、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也行兄弟，直接杠。 OK，300到手。如果杰斯带虚弱怎么办？带虚弱的就一套技能骗一个，然后第二套趁他没虚弱210秒的时候再杀他。当然最好的选择是发育打团，如果非要对线单杀的话那只能这样。不长了。W 跳 R 一个点燃。哎，这波他又没闪。护城可以再吃一吃，再等20滴蓝，可以再清一个东西。Shut down。下一步可以让莉莉亚过来放先锋，下波下波。别到底，无处可藏。啊，这波状态不好，如果对面来人，我们就要死。这波我们放先锋，补好状态，谁来谁杀，谁来杀谁，这样不要断了自己的节奏。现在我们打的对局是一个艾欧尼亚的一个大师局，主播对兄弟们的好优势，稳中求胜，劣势逆风翻牌，就是这么的稳健。速战速决吧。越塔过分了，像这种过分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去帮一下，其他的正常发育就不用管。你能跑，你能跑，我今天名字倒着写。突然这么多人，杰斯在前方，他在点燃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这不人有点多，我说说，3个我可以全杀了，4个就算了，但头不要掉。这属于是对面这波反制啊，他们进攻的反击。哎 ，W 凯旋不死，开快！你放慢了一会儿，脚又来了，兄弟。这波赌博。
刚才三个人我可以全杀，四个人就是他们的反制，多一个人我能杀两个，但是我应该会死。像这种大优势大人头不死比杀了人赚，当然如果你大人头故意给辅助什么的，给那些没用的那还可以。我从不妥协，切记不要给 C 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优势出防装，劣势出伤害，这个节奏去的话你很容易打优势就赢了，打劣势翻盘，得记住这个规律。哦，十二点过了兄弟们，但我有虎粮的可以送送免费的虎粮，一毛钱把免费虎粮送一下，之前卡过一毛钱的牌子，虎粮送一下升升等级，到时候还可以找主播领福利什么的。挂名刀，挂个点燃，不要被卡视野。A 一下 ，Q 一下 ，A 一下，一个 W， 补一下，往前 ，Q 一下，一个 W。杰斯可能要来，不要妨碍我。先卡视野，我现在不出现他不会来，他回去吃兵 ，OK。他回去吃兵了，我就安全了。速战速决吧。对，还有一个闪现的一个法子，优势闪现保保赏金，劣势闪现拿赏金。没办法，这属于是一个攻防的一个英雄。哎，哥们，真有点不对劲。为什么直接在塔下直接扛塔送塔？我刚才优势这么大，我以为已经赢了，我还在谈笑风生呢。我也就是我在你旁边回城，兄弟，我不然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去送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不要打大师以上了吧？只能大师以下，兄弟们，这种谁爱来谁打谁打，谁爱打谁打。我操，直接命中啊！他们活辅助单杀，我刚才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一看知道了呀，这塔下直接送了。你看，哎呦我操，我操，夸张！我这么杀都能赢。都要输了，丢 W 挂上，丢 A 一刀 W 挂上，凯旋，先待定，先待定，给我打完举报就好。也是要捡起来的，加油加油！我现在打不了字，我上号的异地登录的号我发言不了，我甚至无处可藏，教这个上野怎么玩我都不知道。如果我能打字的话，可能会跟他们说一下，别跟下路，围绕中上野打。也没闪，我们的下路两个人，我们大优势局他们死了十四次，养肥了一个队了已经。可以打字了吧？这么多吧？刚才进来的时候已经提示打不了了呀，打不了，哈哈。来，在
是给他，这是他的线路。我们看一下主播能不能力挽狂澜，好吧？我也不知道有几只了，尽力吧。这杰斯都有赏金，我人少，太累了。星之钢别的不说啊，星之钢这个压迫感还是有的，噔的一声，满满的压迫感。帽子了吗，小月？妈呀，这些人都是在我前期，我都随便一打二的，他们被我一打二杀了好几次，现在居然这么肥。石头应该能走，他那个大招。那他们这么肥的话，我可能要出影魔刀了呀，不出玩不了，你们说呢？不出一会儿我被秒了。天哪！杰斯都有赏金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哎，这个 TP 没事吧？你先。我操，那个点他那个先锋都只能自己看。啊，设计师你在改什么东西呀？打字拿不了，信号也点不了。这不我要让莉莉亚先放先锋去拆塔给压力的。吐了。死！大龙！哎，一波！哎，先锋一波了呀！先锋一波不行吗？哎，那也是。跑太久了。我想的四个人活着，然后有一个先锋应该能一波，但是他这个好像距离确实有点远。先锋从中路跑到这，有人复活了一刀。阿耶！哎，这里退一下。假的吧，这是。无处可藏。大招先捏着。跑太远了，小兵也有，然后先锋也有，就是距离太远。如果是距离很近的话，那真能一步，也没必要这么急。再来个这个，也不对。
这样吧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上一波是因为这个表，我那个表只是拿来挡他们一波，对吧？脚越大，妮蔻大，挡完我就没了。这一波的话，把影魔刀出了，这一件影魔刀，这一件死亡之舞，只要再带了征服者，最好出一点防装。领导触发阿不到我，回头一个 QA 一个 W，A 闪死。可能有的兄弟问主播为什么这一波哎不出夜之风刃，是不是夜之风刃好一点 ？No， 征服者流派尽可能的出一些抗性装备，死亡之舞、复活甲，核心是黑切和塞瑞尔达。我们的出装一般是偏向于半肉，防装即可，以征服者和我们的被动流血来围绕。再多的穿甲也没有用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一个是猛男打法，一个是刺客打法。这把我就是猛男，把猛男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，W 挂上 ，QRA 对了，银刀触发打不到我，回头一个 WAQ， 哎一闪被空了，我操，双杀过了，一闪的时候被他击飞了，闪不出来，麻了，五个人被杀两个，应该也赢了，其他还有人被打中 ，Nice。烧死，烧死，烧死！干死！一头撞死了。他被击飞的那一刻用不出闪，我真服了。死亡，那个大影魔刀了。呀，我操！你得像我这样才能赢，我都不知道现在这种分了怎么玩啊，兄弟们！到底我这一把真的已经是拉到极致了，兄弟们。那谁家正常要这么玩呢？谁正常可以这样玩？说实话，现在很多主播抽号，对吧？像我们上电视抽号都是不抽大师以下的，对吧？不抽大师的，就最多大师以下，最高就发钻石。有原因的，没有机会。W 挂伤，啊 ，W 挂伤。主播搁这疯狂一打几，大招。Q A 一下 ，W A 一下，刮死了 ，Q A 两个 ，W 回头 ，Q A 拉个刀，第三个一个平 A 挂上，一个 W 挂上，再一个 Q A 追击，再一个平 A， 再一个 Q A 一个 W 挂上，再一个平 A， 再一个平 A， 我一打三把三个人杀了，队友四打二赢不输不了了吧？这总能赢了吧？漫天飞雨 ，W 减速往前翻一下，大招一个 QA，W 挂上，往前 A 我一下，看不到他，这墙翻过了，往前从这个位置出来，但他们队友复活了，算了，这 TP 就保他一命吧。三秒大。往前翻出来，二连翻，哎，一个 W 啊，触发名刀，哎，名刀触发什么伤害把我打了？点燃，点燃都没。接下来就是你了，别去了，兄弟。我们这一件再出一个死亡之舞，下一波就死不掉了。原来是个 Nico。我还以为是那个 EZ 呢，有冒充的。来，给大伙想要同款福利打号的兄弟可以参与一下上电视，
左下角小电视，下至黑铁，上至大师。中试一下想打号的兄弟，想要同款教学啊，打得好的对局还可以上我们的抖音，兄弟们想上电视露一手的可以参与上电视。主播对兄弟们的号优势稳中求实，劣势逆风翻盘，非常的稳定。已经是尽可能的打力挽狂澜了，这队友已经肉眼可见的有点小问题，不过只要能赢就行。来，站！石头人撞谁？别让他一 poke 呀，打呀，哥！那算了吧，哥。他呀，一直在那左走右走接近呢，你再不上我死了，哥。哇，差点，兄弟，有赌的成分，这不被抢了就进。W， 你挂上。石头人很喜欢捏技呢，他老是最喜欢最后方。哎，闪现拉开，死亡之舞，凯旋。Q R 全杀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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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受不了了。受不了了，兄弟，退一路啊！怎么还退两路啊？还想玩？漫天飞雨！哎，走，一波。哦，我操！真的极限了，兄弟们！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